大家好，欢迎来到 HKIC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女性俱乐部 Coffee Break Series 系列访谈。这是一档聚焦资深职业女性发展的访谈节目。每一期呢，我们都会请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到我们这里来做客，讲述他们的职业经历和人生感悟。今天第一期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女士来参加我们的访谈。郑司长，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访谈。谢谢你的邀请，小娟。那我们先从您早些时候的职业经历说起吧。您在担任律政司司长之前，有过30年的大律师的职业经历。而且呢，您还是特许的工程师，也是特许的仲裁员。这个看起来非常复杂、非常多元化的一个背景，如果让您自己做一个摘要的话，大概您会怎么描述您前30年的职业经历呢？我觉得呢，我这几个经历，从工程师到那个大律师，到仲裁员，到调解员，其实都是有一些联系的。工程师的思维就是一个 can do spirit。你只要告诉他要做这一个东西，他肯定会想到一个办法去帮你做成这一件事情。律师的就是很小心的，这里不行，哪里不行，这里不行，哪里不行。最后呢，你就会找到一个比较难走的一个路。但是呢，如果把工程师的思维跟律师的思维结合起来，再走的一个方向呢，或是你给的一个那个意见呢，就会变成是一个非常稳妥的一个意见。所以我觉得工程师给我的那个在律师的发展呢，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好处。好了，到我们到那个仲裁员的时候，仲裁员要做判断，要做判断的时候需要按证据，需要按法律。那处理证据也有一个科学的思维，这一个在念工程的时候常常用到。在按法律的时候，当律师的时候，当然也自然会比较熟了。所以能够客观的你来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呢，其实也是从我当工程师跟律师的一个经验是有一脉相承的。而且呢，我记得有一次呢，我有一个专家在被盘问的时候，后来我就作为仲裁员，我就加入了做一些询问。询问完那个案子完全完结之后呢，他们就说，当时只有你跟哪个专家证人才听得懂，因为是非常专业的一个那个工程上面的一个学问。所以其实很多事情，每做一个事情你都会长一个智慧，是这个意思。到调解员呢，其实也把这一些人生经历也加起来，因为当调解员的时候呢，你是需要有不同的interpersonal skills 的技巧。比方说有一些人说我，Teresa 你是特别的有耐性，特别的愿意慢慢的听。有一些人会说 Teresa 我喜欢你，因为呢你是特别的硬，必须要拨着我们去走。所以呢，对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那个形式来处理呢，其实也是从经验慢慢得出来的。所以我这几个专业的那个范围，我会用怎样的一个方式来形容。从一点点，从非常技术上非常过硬的专业背景，然后到法律上面也可以在风险把控上面把关，最后到 interpersonal skills 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那其实在我对于您的了解来讲，因为我以前是您的学生，我们觉得您在仲裁领域，在国际仲裁领域是属于先锋性的人物啊。您是这个 CIRP 特许仲裁协会的第一位中国籍的首席，然后也曾担任过 HKIC 的主席，也曾担任过 HKIC 的主席和 ACA 的副主席。那么您也很积极的推动在中国内地推广国际仲裁事业。您做了这么多先锋性的、拓展性的、开拓性的业务，您自己最引以为豪的有哪些？那您遇到的挑战有哪些？我这样回答哈，因为我觉得呢，有挑战你才会有感到骄傲的东西，因为没有挑战的东西就是你每天做的，那可能就不好玩。对对对，所以我喜欢挑战的。你刚才提到，比方说 HKIAC， 先谈 HKIAC 呢，我记得当年我当主席的时候，本来我们申请 ICA 来香港做 Congress， 但是呢，因为我们不成功，当时我们是的确有一个低落的情绪，但是我们马上第二天就回去跟 ICA 讲，能不能你在明年的那个 council meeting 来香港，跟着我们搞一天的会议，那他们同意了，所以我们就在一年之内办成了本来我们有4年才有时间办成的所有从
那个 conference， 包括下面的一些一个那个娱乐的活动、嗯、所以这一个是一个从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到一个非常骄傲的事情，因为这一个呢、哦、到现在很多 IC 的朋友呢他们都记得2015年我们在香港搞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而且我记得还有我们有 horse racing， 还有一个叫 IC cup、哦、当时的主席是 Albert Jan van den Berg、哦、他就那个头马拿了杯去放，他很开心，当时我们也很开心，这一个是第一个、我觉得从 HIC 我会想到的。如果你说从比方说那个教学方面，我在清华搞的那个 IADS 的课程的时候、嗯、当时其实也是一个突破，也是有难度的。是的，是的。为什么呢？我当时希望那个课程呢是有一个实战经验的人来教。嗯。换句话讲，就不单是学内的老师，要从外面找老师。嗯。整个差不多整个课程都是这样。第二个呢，我是要必须要用英文来教，因为我说是国际的东西。是的。现在你喜欢不喜欢也好，英文还是国际语文上面比较通用的，所以要用英文来教。嗯。所以当时呢，组成这一个课程的时候，跟某一些大学去讲的时候，他们也有一些保留，也不一定能够接受。嗯、后来在清华，我们就把这一个 IADS 搞成了，而且那个我知道现在看见很多学生，他们都非常有成就。我看见他们在什么地方工作，我都很开心啊。而且现在还是搞得很好，所以这一个就是有时从一个比较难但是创新的思维。但是后来就走到也能够看到学生，就是我的骄傲了哈、嗯、所以是这一个。你刚刚提到 CIR Chartered Institute of Arbitrators， 是的，这一个也是非常有趣的。这一个有趣的挑战呢，你会笑。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记得当时是选举的时候、嗯，当时选出来的时候是整个全世界的那个分会都来投票嘛。嗯嗯。那投票的时候，我当时的得票呢是比第二跟第三个加起来还有多，所以当时我已经非常非常的高兴。跟着之后呢，当时我们应该是在 Scotland 吧。嗯。那些 Scotland 的人呢就说，好，我嫌那个 Madam President， 我请你去酒吧喝一杯那个 whisky。好了，到那个时候其实他挑战着来了，他就看我能喝多少杯 single malt， 一个一个的来试，看我什么时候会倒下来。幸亏我就非常骄傲的喝完很多，还是能站着跟他聊。他就说 OK， I can now call you Madam President。 所以都有每一个事情每一个经历都会有一些挑战，也有一些有趣的东西可以从中你会感到很骄傲的。是的，是的。我对于清华的这个 ISDS 项目我是特别有感触，而且我也很感激您能够在清华做这样一件事情。我本人是受益于那个课程很大的，在这个课程里面不仅仅是锻炼了像您说的用英文就是分析法律问题的能力，而且我也认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职业者 practitioners。 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讲非常能够增长我们的眼界。对对对。然后我那个课程上面的同学现在像您说的也都是很有成就，在世界各地从事仲裁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工作。对对。所以我觉得也很感谢您，听您讲起来这个背后的故事，包括你当时遇到的一些阻碍或者一些小插曲，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对。那我们来说一下您这个2018年加入香港政府吧。您觉得跟私人职业做大律师相比，担任公务员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呢？我可以说是从一个私营的律师跟一个公营的律师来做一个比较。嗯。如果从专业上面，就是你怎么去给你的法律意见啊，怎么去做某一些决定啊，这一些呢其实是没有区别的。嗯。我们都是完全按着那个证据，按着相关的法律，来做好研究，跟着之后来做一个 opinion 或是做一个 prosecutorial decision， 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嗯。所以在这一个没有区别，这如何做好你专业上面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也有一些不同的。嗯。这些不同呢是也是很有趣的。比方说现在律政司里面有超过400个律师，所以我说我是可能是那个管理最大的律所的一个管理人了啊。所以这一个呢对我来讲非常大的团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非常特别的地方。嗯。第二个呢，我觉得呢从考虑的相关的事情的时候，私人的律师跟公营的那个律师的考量呢有多了一点公营的律师，因为要考虑的时候不单是这个案件或是这一个事情，我们要做有一个叫 read across， 我们要看如果在这个案件这个事情
情是怎样的原则、嗯、这个原则套到别的东西会不会出现一些盘子啊，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要整盘看、嗯、也要看 public interest， 这一个呢也是很重要的，从公营的律师他们看东西是怎样的。从我自己个人呢、啊、当然我当了那个司长的这一个位，我就没办法再去做我的 advocacy work、啊、也很难有时间做这一个了、嗯、实践上面呢，当然当大律师也是比较自由对吗、嗯、自己的时间，但是当这个司长也是也需要那个配合到整个政府的运作，所以差距大概是怎样。也因为我从私人职业律师进到那个律政司这里工作呢，我就发觉到两个私营跟公营的不同、嗯、所以呢我们呢就我当时呢也推了一个项目，就是私营跟公营的律师可以做一个交换、嗯、所以 private lawyers 呢 private practitioner 可以进律政司当一个短时间的工作、嗯、跟着就换一个我们的律师也出去看，因为思维上面有一点点不同的，那个私人律师看东西比较针对性处理面前的问题，嗯，公营律师看了处理了，但是他也要看整体、嗯、read across public interest 的一些概念、嗯嗯嗯这样相互之间会有增加一些理解。对对对对。那您是根据自己的这个感受，自己的这个对，换到这个公家以后的感受呢，来帮助年轻人，然后相互更加理解。嗯，那下一个问题是关于香港的。您在担任律政司司长的这四年里面呢，香港出台了很多的关于国际法、关于争议解决的一些新的法律法规。对我的这个。工作来讲呢，就是影响最大的就是香港跟内地之间的仲裁保全安排，当然也不止这一个，还有这个相互承认仲裁裁决的补充安排，嗯，还有关于律师界的这个收费制度的一个很大的改革，包括第三方资助机构在仲裁里面的定性，对，还包括最近非常火的一个话题，就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律师费的这个收费架构。有这么多的革命性的变化，您觉得香港在国际法和争议解决它在亚太地区将来的这个地位会是怎么样的呢？就是您有没有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预判？我觉得呢，我们做很多事情呢都是需要扎实的去做，嗯，所以呢也需要那个因时制宜，就是看着那个整个世界的发展，你不能就坐视不理，因为不进则退。所以刚刚你说的这一些措施呢，其实也是配合到很多时候在香港的一些发展，在国际上面有不同了，香港要保持这一个竞争力的一些发展。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是继续的保持我们的竞争力，香港的在那个争议解决还有在那个国际法上面的那个发展都会一定是很好的。比方说又提到，比方说我们在国际组织的借调的安排，除了公营的律师可以去，私人的律师也可以申请去，那这一个也是一个突破性。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一些呢，我觉得我们香港能够培养更多国际法律的人才，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国际法律的发展会很好。至于仲裁方面呢，我们有很强大的那个法律的仲裁的一些人才啊，我们也有很多的仲裁机构，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有了一个协同效应，虽然是竞争，但是也是有一个协同效应的话，就能够把这一个香港的发展会推得更前。如果我说预判，我会看见我们可能就在用那个向上争议的这一个往上争议的这个方向呢，是肯定会走的，而且会越来越多啊，现在还是比较新，还是不太多人用，但是长远来讲，我的感觉这一个不但是香港，我觉得整个世界都会走这样。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会发展到的什么程度呢，就是除了仲裁之外，我们在国际的调解的工作呢其实也是很多的，比方说我们有投资法跟投资调解的一个培训班，在2018年一直在搞，这一些培训让我们有怎样的一些人才，所以在调解方面，国际调解方面呢，我觉得我们在香港的发展也是会越来越好的。说一下，回看您的这个职业生涯，您自己刚刚说了，您是一个非常喜欢接受挑战，也喜欢克服困难的这样一个人。然后，我作为一个外人吧，我看您的这个职业发展的轨迹，我觉得一直都处于这种领导的开拓性的一种地位。是什么支持您30年如一日这么努力呢？辛苦命是吗？我觉得呢，如果只要你想做一件事情，
你按着你的想法去做，嗯，你而且也做成这一个事情，嗯，其实就是给你一个动力再去做第二个事情，因为你会感觉到你能克服一个挑战，嗯，跟着之后呢也成功了，你就看到结果了，你就会更加有信心再去思考更广阔的一些那个东西，更新的一些东西，因为这样的话呢，你会看到你在你相关的 sphere of influence 里面，你做了一个事情，好让他们也受到一些influence 吧，哈。那这样的话，你就会更愿意再去做第二个。所以我觉得是一个cycle 吧，哈。你做完这个事情，哎，原来成功，你就会再去做。如果你只是想，你只是去研究问题，不去解决问题，那你肯定不会走到那个领头的地位，肯定需要大胆的去做一个尝试，勇敢的去做一个决定，小心的去做一个执行，这样的话呢，你就会越做越高兴，你就越做就越多了。对，这个成就感是一方面，但是我还有一个，就是我听您啊，我在上您课的时候，我也听您讲过，您说自己一个人有了成就以后呢，要回报社会。那您刚刚讲的这个 sphere of influence 也是您回报社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吧？嗯，您想象，你还是有听课，直接这个，对，因为我觉得必然的，不然的话，我们常常说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如果你只是那个学了东西，跟着之后就只是挂着赚钱，那这一个不够，肯定要把你的经验也好，怎么样也好，也回归到社会，那这样的话就也是一个不断进步的一个层面吧。嗯，谢谢您。说到社会吧，那么我们看到包括 HKIC 的这个 Women Arbitration 呢，在香港有很多促进性别多样化的一些议题。嗯，虽然有这么多的议题在呢，但是我们注意到，其实在这个律师的职业领域，女性尤其是资深女性占的比例还是在少数。嗯，在这个资深大律师里边，在香港的资深大律师里，只有11%是女性。然后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资深的女性仲裁员只占我们整个 panel 的14%，都是一打头的这两个数字。对，想问问您觉得，女性在促进自己的职业发展中，主要有哪些比较难以克服的问题？你也可以结合您自己的这个经历来谈一谈，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实现性别多样化呢？其实第一个呢，我觉得自己对自己的信心是很重要的。嗯，因为如果你对自己的信心都没有的话，嗯，怎么让人家对你有信心？嗯，这一个是第一个点。嗯嗯，我记得呢，有一个我很多年前呢有一个案子，嗯，当时呢我就是被聘为那个代理人了，是一个我不要说哪个国家了，好像是针对他们，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一个地方的人呢，他们是比较看不起女性啊，不习惯女性作为 leader of the legal team，所以第一次开会的时候，他们给带着怀疑的心态，而且呢有一些不太相信我讲的那个意见啊，或是我提出的方向，但是后来整个仲裁一直在走，完完全全像我给的意见啊方向啊一模一样的发展，他们就相信了，你就用你的能力去证明你说的是对了。嗯，跟着之后呢，他们后来呢就一批人呢还过来，带着他们在香港的大老板还过来跟我敬个礼啊，哈，那个鞠个躬，跟说，哎呀，特别感谢。所以呢，我觉得首先是不要对自己有怀疑。嗯，啊，当然你自己要有充实的那个知识了。嗯，跟着之后你不要担心你自己，女性不女性，男性不男性，只要你对自己有信心，这一个是第一个。如果你说我们怎么样，为什么现在这个 percentage 好像是比较低呢？对啊，我说仲裁员这一个哈，因为其实很多年前我们签的 pledge 的时候，也是我刚刚做那个chairman 的，这 chairman of HIC 的时候签的。嗯，我觉得呢，我们当时为什么有个 pledge， 就是说你去挑一个仲裁员的时候，你必须去停一停，想一想，是不是没有女的，因为很多时候啊，这一个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都是比较男生的多。对，所以第一个想，包括我自己都会怎样想到要找的仲裁员都是比较倾向是男性的，但是只要你停一停，想一想，有没有同样的经验跟履历的，也是在女生的也有，这是80%-90%的时间都有的，可能有一些真的是不够，你到哪个时候你就找一个女生。
那这样的话思维上面我们就慢慢改起来，就很自然就会把这一个人的这个女生的名字就放到你通常想的人里面。所以因为现在历史的问题我们现在比较多的一直以来都是男生，但是我们要转变过来，就是说我们要停一停想一想，是不是没有一个女生呢，同样的也可以挑啊，你就慢慢的习惯了之后就多起来的了。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意识形态吧，慢慢会改过来的，而且现在慢慢的会多起来的。那从我以前刚刚做仲裁员的时候到现在已经多了很多女生现在是当仲裁员了，我是看得到的，看得到的，而且都是干得很好的啊，不是糊糊碌碌的，是非常好的一些女生的仲裁员。所以时间，但是我们一起全部人啊，不单是女生还有男生都一样的，停一停想一想，找一个仲裁员有没有，找一个出庭的律师有没有女生的，也可以，你如果你是客户你可以说啊，我找这个女生来当我那个出庭的那个大律师啊，那个发言的那个辩送辩的也可以。那最后啊，我们的这些观众主要都是一些青年的仲裁职业者啊，您有什么意见给到他们吗？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觉得第一个呢肯定是要充实自己，要不断的学习，因为机会是来一次的，给你的机会来的时候你没有做好你本来应该已经要学习好的东西。